我的理想是成为一名歌手。我就想多赚点钱，成为一名舞蹈家。不用上课。也是，你老跟他混什么劲儿啊？有前途吗？你当时为什么突然退学了呀？爸检查身体，查出了白血病。没办法，我就一个人出来打工。现在还是一个人啊？因为我兵哥从小就有一个梦，就是当一名歌手。就是动用项目资金，我要好好包装他。你把公司资产做抵押，找银行贷款。你这种行为就是在赌博。一定要嫁给兵哥，再嫁一个我看看。知不知道自从你开始捧陈幺妹，周围的人都怎么看我的吗？什么没了？陈幺妹带着咱公司给她做 demo， 跳到别的公司了。出门就去买专辑，出门就去买专辑。那要账天天在门口堵着。只想静静。静静。静静是谁啊？我想静静，不是想静静。